Hello， 今天是大冒险的一天，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在甘川洞。甘川洞，我们看到我们身后有非常多很七彩的房子，它是有历史性的彩绘村，然后你可以收集印章啊，然后做一些小活动，买买就是纪念品啊，然后等等的，你可以逛上一整天没有问题。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全部都盖完，我们这次也是要再挑战一次，把印章全部都盖完。第一次来，有一个 first time 的人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装作自己是韩国人，还买了一个就是冰美式，然后准备好好的逛镇呀 ，Go！ Go!这里有一位寻找灵感的女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之前，我们可以来这个小小的蓝色屋子来买一下盖章的地图，要额外付费，不过我觉得蛮值得。如果你是个搜集癖，就必须要把这些印章通通盖完。来喽，我们准备要开始啦！新展开，我们交给第一次来的人在会迷路吗？Yeah. 依照我们男人的性格来讲，应该是不会迷路。Go go go！ 我们获得第一个章，章章章章章。发现这个小学生的视觉设计的一间小店，纪念品店 ，so cute。这里是非常多人会来拍照的美墙，我们现在也立刻要来拍张研究地图的少女，究竟她可以找到正确的路吗？正确的路其实就在她的右边这条，不告诉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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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快把这个。这里呢，可以上到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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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上层，吹一下风，休息一下。看一下整个环境，哇哦！哇！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发现非常多的可爱的小喵喵。这个地方呢，就一只，然后两只，三只，他们在超级近的地方哎，好 Q！ 有猫就给赞。好可爱哟、哦！街头版的小王子，让我们跟他一起吵，这种兜风感觉哦，风好大哦，好，啊，鸡手后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王子排队的盛况，这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小王子远眺的场景。你看这个排队啊，排队排队排一排排排排一到天荒地老，大概就是巨星等级的一个排队程度。我们呢也要非常夸张的加入这个派对的行列。这是一个有点陡峭的楼梯，大家要小心。哦，哎呦呀，哎呦，盖章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第三块，哒哒哒哒哒，失败。嘿，这是一些艺术家的小王子系列的作品。他在偷看，他想进去。这里有点不好找啊！哈哈哈，刚路过呢，还不知道印章就在这儿呢。这个被我们就是忽略啊。有看到那只猫，结果没看到。对，猫太可爱了。我们发现了一间非常幽默的店，这里有两个小胖子，老胖子。非常的搞笑，而且还拿贡图呀。这里有个图书楼梯，好 Q 哦！这里也适合完美来，欢迎大家打卡。这有很多韩文字在一整面墙上。大概是这样吧。敲门敲门，要有礼貌。
印章呢？없어요好多人在画这个墙啊，咻！完美系列，这是 Crazy 哆啦 A 系列，哆啦 A， 哆啦 A， 你是 Michin， 美风 ，Michin， 这是一个走在吊桥上面的会死掉的状态。来，我们现在一号选手开始进行吊桥。咦、yeah, 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哇，救命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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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里面有这个整个村的模型。噔噔噔噔噔。哒哒哒哒哒。第四只猫咪，还是第五只，还是第六只？太多了，我都忘了。这一段是比较难找的一条。Stairs to see stars， 148阶的楼梯。有很多人在那边等着，想要拍照。现代人的房房，大家都现代人，大家一起进来看一下吧。它这个呢，就是感应式的，然后你一经过这些手手，就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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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概念。有点浅，好吧，我的技术真的很差哎。有一些比较难找的点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其实稍微看一下这些洄游的鱼，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走走走走走，你就比较不会迷失。为什么它名字叫光之屋？为什么要牛奶的？牛奶，哇哦，很光。从巷子走出来啦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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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个点在很大的路上。嘟嘟嘟，这里有个拍照点，不过前面有很多 slaggy。快来跟阿贝一起洗澡。阿贝露点了，坐一下。这是梦梦椅。它是狗狗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完全看不出来。哒哒，市场非常的 Q。苍蝇 ，kill 我！有阿朱西在迎接你，你就是在他的旁边盖章。从市场出来之后呢，非常近的就有最后一个出口地方的印章。这印章的小屋也都非常的 Q， 但有点容易被忽略。这里呢是我们最后一个盖章点的地方。这一次的盖章之旅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觉得很有趣。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自己来体验一下这个小村庄的探险之旅。那我们就希望大家记得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哟。我们就下次见啦。